今年一到五月，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一，投资额增长百分之五，但商品房待售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。五月份仍是二零一四年以来房地产投资额增速最低的月份。同期，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购置面积大幅下降百分之三十一，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了百分之十六，房屋竣工面积则下降百分之十三。 专家的意见认为，中国统计局的这些数据凸显，目前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正加速减少房屋存量，而不是开启新的项目。美国南卡州立大学教授谢田认为，中国大陆待售房地产面积数量巨大，许多开发商都急于卖掉房子。没有售出的库存量过多，这个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实际上是，中国这个房地产现在基本上是这个有价无市。 就是说，这个价格呢，很多还标着那儿，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买主。上个月刚刚访问亚洲回来的谢教授表示，他遇到的中国房地产商很多都遇到了资金周转问题，开发商、银行和政府都不希望房价下跌。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，今年一到五月份，房地产销售好转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的一线大城市，而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。 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仍然非常不乐观。虽然中国房地产价格停止了下滑，成交量回升，金融风险有所减缓，但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仍在持续。美国某大投资顾问公司经济师丁力博士认为，过去十多年，房地产投资是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。目前新增投资减少，无疑对中国经济增长会造成负面影响。 如果这个房地产的投资的这个数字现在在往下掉的话呢，它这个对经济的这个影响会非常大的，它会影响影响就业，当然也会影响这个实际的投资量，那么会对经济产生一连就是一个连锁的反应。丁博士介绍说，如果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平均收入比较，中国的房屋价格过高，泡沫明显，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减少投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。 他分析说，过去几年中国大陆经历了三次房地产市场的低潮，尤其是2014年，中国房价、投资和土地购置都出现连续多个月的下滑，加之进出口增长大幅滑落，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压力。中国政府预计今年 GDP 增长在百分之七左右，是二十四年以来的最低值。 进入二零一五年，中国政府连续采取降息、降准措施，希望刺激银行内的资金流向企业。谢教授表示，这也是中国股市大涨和房地产市场有所改善的原因。我觉得最终那个呃，要是撑住的房地产的话呢，还是中央政府这一击。我们也知道它，它它降息、降准这些呢，都会继续刺激这个房地产泡沫。它最后的工具呢，就就是继续印钞，通货膨胀的危险。 尤其是通货膨胀一旦失控，对这个政权造成的那个冲击呢？这个是心有余悸，显然是确实让中国有所顾忌。谢教授认为，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仍然很大，而中国政府不愿强硬的压低房价，但长期以政策干预房市会积累市场风险，甚至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。因此，未来几年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都不乐观。